海鲜烧猪哈，用哦的方式，啊，要有带有音哦，哦，大家没有气味啊，只是不要吃亏哦，好，好，让我们的主人掌声招呼，预备，开始。哦上班的时候有一些不如意，跟老板吵架啦，跟同事不如意啦。好，那学生呢？我们就会压力很重。我就说，你刚刚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呢，会让你们去发泄一下，发泄一下用力，好不好？把它喊出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告诉他，让我们的主人，我们的主人呢，让你们都是那种。强而有力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让我们从掌声中呼声开始。好，你的起来，你的声音的上主哈，那个发布合音哈，有了，你的起来哈。好，再来呢，我最重点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大自然呢，啊，打声招呼，好不好？用啊的方式，啊，对，开始。啊再来分享哈，来，我说开始的时候，眼睛就要闭起来，就没有人声了哦，绝对不要有人声哈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